哎，阿姨，您这个用的就是牡丹籽油吧？对，这就是我们这里自产自种的牡丹籽油，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，老少皆宜。您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什么工序啊？先调面，面跟那个淀粉用水调好以后，就可以放油锅里炸了。您这是第几道工序了？这属于是第二道工序，去掉那个，然后放面糊里边，就是挂面，对吧？对，就挂面糊，挂上面以后就直接放油锅里炸就行。那我能试试吗？ 那你体验一下。好嘞。哎，好嘞。对，放吧。平时我都是赏花闻花，但是吃花今天是第一回儿。你可以尝一尝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就吃您刚才加的这一块。嗯，特别的酥，吃进嘴里然后马上就化掉了。我觉得大家有空一定要来我们的村里尝一下。嗯，